近日 SMG 和 EMI 在上海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双方正式签署新媒体战略合作协议。花儿乐队作为形象大使出席了发布会，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全新专辑《花天喜事》。此张专辑带有强烈的北京风味，曲风上依然活泼欢快。此次全新出发，也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的支持。就是说抄袭这件事情，我们已经就是说过了，有过这样的事情，然后我们承认错误。然后这张专辑《花天喜事》呢，是我们重新出发，经历了三个多月到四个月吧，连录音带创作，然后呢，想证明给大家看我们一个新的一个重新出发的路程。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我们也期待花儿这张《花天喜事》能够大卖。据花儿介绍，这张唱片的价格似乎不高。售价还没有说。售价其实我们促销价是这样的：白天1毛1，晚上1毛7，买一送一，还送你打火机啊！娱乐新天地，上海报道。